孩子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家上网课吗？然后刚好那天下午是上的音乐网课，就做这种很搞笑的表情。他刚开始已经做了好几遍了，我就没有录。我觉得他这个表情很搞笑又很可爱，但是我就想去揍他，但是我又忍住了，我也不敢，我也不想去打扰他，特别陶醉。对，老师是看不到他的。